一三一二在那个花莲站十里，我是高雄列车长的1823年8月21号，那个花莲站花莲站10:57，说白了是一三一二单电房。哎，有货红车哎，哦，买两棚，一个单彩电筒，在吊车，啊，这边是177次，花莲巴车就用三样斗南的 PP 之奖啊。V063，但你也是 PP 这样，啊，就会在花莲站十里，14:27，8月21号，然后希望下个月有机会可以去，再来这边，下个月看看。我们刚进车门，10:29，8月21号在花莲站准备出发，18站花莲站了。好，关闭车门。好，关闭车门。B063哦。10:30。在十八站十六，拜拜！177次，花莲发车中山向斗南的 PP 之阳，哎，我的不用马0220，我家0226，哇，又在吊车。空。有单台电筒，1:20，2:20，2:20，然后177次，8:08最终看向操作 PP 之奖哈。现在14:38，在花莲站时间 B056单电柱 PP 电筒加12节车厢 BB1063单电柱 PP 电筒 PP 之奖。好，拜拜，再见。那这一组是用535，刚刚的知识就拿，拜拜。因为这样东西在换。